哦，老子想起来了，咋了？乐爷当时不是点，乐爷不当时秒大龙吗？啊，还是这个 AHN 跟我举报的，卡 bug。当时这个 AHN 在哪个队的二队，然后哥把打排位排到这个人了。你举报的人现在是你队友。不知道乐言还记不记得，但是感觉乐言应该 不知道这回事，不知道是谁举报他的，发微信给他，发微信给他。你知道当年举报你的人是谁吗？就是你左边在左边那个。是 AHN 和一个谁两个人一起举报的。当时是什么情况？当时正好排到了，就和吃不吃我分没有关系。是勾八，我记得是当时还有，当时有很多这种卡 bug 的人，然后老子就一个一个举报，然后举报着，因为我当时是有那个 AHN 的好友，然后他就给我发私聊说这个 B 也在卡 bug， 然后让我去举报一下，然后老子就去举报了，然后一看是乐言。他直接被禁赛一把吧，我记得不止吧，我忘了，罚了钱清了一把。不是，我当时是逮到一个举报一个，老子是峡谷正义执行官，当时是很气。不是，勾八肯定要举报啊。对，打不了秒龙，打不了，你打排位，然后打着打着对面二十分钟，就他19分50秒就在大龙门口站着，然后他20分钟那个龙一出来的瞬间，然后你看到对面所有人身上带个大龙。当时就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结果勾八玩着玩着，两哥俩现在去一队了。就我没排到乐言，就乐言不在我举报的那个游戏里面啊，是 AHN 发消息发到我这里来说这个人勾八也卡。他知道是乐言本人吗？他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啊。反正我当时也不知道。就高情商回复，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。高情不，这个是真的， okay。 这个是真的。我确实，我肯定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，我当时都不知道，我当时都不知道那个人是乐言。他肯定说不知道，那就不好说。对，他知道也说不知道，那就不好说了，那就不懂了。就应该全是回旋镖，你想一下还有什么？还有哥巴，什么回旋镖？阿乐和波比。对，最后跑去一队了。什么事情？50块喝奶茶。对，给了50，然后现在两个人在一队。对，是波比说的吗？这段话？什么呀？50块啊，给你50块。不是，是直接转的吧？是吗？对，就直接转的，说句不好意思，兄弟，请你喝奶茶。对，不过还好，这感觉是波比人比较好。他没想这么多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没想这么多，他这个就是纯人好。对，但是被银山号炒作了，对，被炒作了，被误解了。对。